我们三个属于就是当卧底比较挂相的人。对。但我们要是不知道要是。把线索给到我们的娜娜。这是谁的嘴？张弟儿，你能笑一下吗？我可以不进去看这个线索，无所谓。刘鑫给他爸倒了一杯酒。我觉得是刘鑫。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以往因子是下雪、下雨。就根本就没有参与说讨论像不像的。对。另外一个就是大高个。我选谢永强。你俩人都花花了。我们三个去，对吧？我其实我会更偏向于白云。那你觉得白云是好人吗？那咱们得投那种最无辜、最没有嫌疑的人。我觉得投谢飞机小朋友没嫌疑。第一票谢飞机。谢飞机，谢飞机。我觉得是谁？我觉得是这个。好，听你的。完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的。那是我。现在敢跟我正式了？我身份很好呀。我们一梦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，5月27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 ，VIP 抢先看。